杜拉先生，我想请您继续回去工作。菲尼斯塔需要你，想要登上榜首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少了你。杜拉先生。 帕洛派林的事和工作的事是两码事。我知道，你真会强调，但成功不是取决于我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在你来之前，菲尼斯达从来都不是团队工作，直到你来了之后。 我要去吃饭了。